8月10日中午，世尊为大家及网路上的同门摩顶，降临的主尊为如意轮观音。师尊，请为网络上同门加持。好，给大家加持。谢谢师尊。Hello。你晚上跟我。今天晚上。你今天晚上跟我确认。降临的主尊为如意轮观音。
见了。你现在才发现，你现在才发现，我已经震惊了。二十四，二十二，二十二。